製作 3D 人像翻糖蛋糕嘅時候咧，咁我哋要落足心機同埋時間，咁最緊要都係要細。慢工出細貨啊嘛，揀脫毛品牌嘅時候咧，都唔可以心急貪快。咁初頭以為個機頭越大咧，咁脫毛個效果會越快，但係出到嚟個效果都係唔夠細緻。試過 Dermis 先知道咧，佢哋有12mm 嘅極細機頭，咁就算好刁轉嘅毛毛位，佢哋都可以好準確咁樣脫到。在 Dermis 的治療師身上，我就看到自己對 detail 的執著。做 treatment 的時候，他們都會眼準，手都很定的，就會保持90度角打毛，堅持做好自己的作品，自然就會有一班欣賞細緻美的忠實顧客和同學仔，得到他們的信任和認同，就是業界 No.1 的最好證明。